都说2020是一个不一样的年份，能够健康、幸福、快乐的生活，那就是最大的福气。然而，在阴霾笼罩之下，仍时时有阳光透出，给朋友们带去温暖和幸福。终于，我们迎来了阳光灿烂的2021年。在此，我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吉祥安康。